好可以看看夕阳啊，这是什么桥啊？这风景还挺美的哦，好像是个海吗？这个啊，嗯，叫什么桥来着？江海大桥吗？是不是过了桥就江门了呀？应该是哦。这么快呀、啊？好快哦，我感觉，看看这个桥，哦，好多船哦，一看好像应该有很多。还说那种海货一样哦，这边还真的是一过完桥就属于江门了哦。哇，这边感觉高楼大厦也挺多哦，一过来就是高楼大厦，一般交界处都是比较偏的地方哦。是，这边一过来还挺繁华的样子，是刚开发出来的吧？真的是啊，江门桥乡欢迎您，挨得这么近呢、啊。你看这边的房子还是挺密集的哈、啊，可都人多。是啊，到处都是房子。今天晚上呢，我们就把车开到了江门了，晚上就停在这里了。后面还有这个大王爷，啊，感觉像到了一个海滨城市一样。嗯，晚上就住宿在这里了，感觉还行。天气还比较凉爽的，在我们正对面啊，就是万达广场，啊，在斜对面那边还有一个叫澳园的，啊，这边感觉这边也不知道是不是江门的中心啊，反正就是这边比较繁华。带大白先出来给大家溜一溜吧。这边挺凉快的，这边呢。这个万达建的比较特别哈，哎，跟个。大拱门拱桥一样的，江门那个城市感觉挺舒服的，马路中央也是一排排的大王爷，比较的干净啊，比较的干净整洁，尤其是现在这个天气又比较凉爽，这边叫一个叫这边叫华侨广场啊，这个广场也是蛮大的。今天在开车的时候啊，经历了一次急刹车啊，有一辆车突然变道就插我前面去了，不得已急刹了一下。现在掉下来了，看看后面这后面这些东西呢，就是没有放好嘛，就放在地下的，然后就直接全部冲前面去了，就包括我们在那个后面上的那些书啊什么的，就一下子一个急刹车哇，就全掉地下来了。地上也这个书也没出来，所以说这也是给我们一个提醒啊哈。缝里有没有掉东西？对，万一有东西啊掉这个拖板上缝里，这些碳都不用了哈。每次我们开车的时候嘛，就是桌面上啊都不能放东西的，因为放东西的话就很容易就在拐弯的时候啊，就直接甩下来了。不过我感觉这两个绿植啊弄得还挺稳的。对呀。怎么什么啥也没事。就是因为它下面弄那个那啥，弄那个粘东西的，把它粘起来了，我觉得还蛮实用的。我们这个车啊，好久没住了，这个里面啊，给它全部给它粘一下，把拖板上也给拖出去了。没有，我发现这个比吸尘器还管用哎。是吧？嗯。吸尘器的话，我觉得适合怎么出来的呢？适合就是，吸吸那些缝隙里的。这吸尘器老是没电。用一次每用一次就得冲嘛，就这样子。我跟你讲，今天运气好，我跟你讲，你看那些零食啊、书啊都掉出来了，还好没掉那个拓展仓里面去。啊，都是你的狗吗？都是你的狗吗？都是你的狗吗？别逗它，别逗它。都是你的狗吗？你在切？人家别的狗狗都会那个啥，会自己拖地。阿白，我要教你拖地吧，这样子。哦。你能不能教育一下它？阿白，来，这个给这个你滚吧。你在这边粘东西，大白在这边守着他的球，把嘴巴都怼进去了。哎，我觉得给狗狗买一个像就是这么大的玩具不错哦。啊，玩具放进去呀，大白感觉那个球它弄不到的话，它就会运动的话，哎，对吧？它就能减肥，不至于那么无聊，是不是？有的时候，大白去把球拿出来去，去球。你看，它自己会挖的，把头伸进去啊。哇，这个细毛很管用哦。是吧？可以。这是狗毛。行。
就剩那个嘛，给你也滚一滚。果然停下来收拾了一下，就已经完全天黑了。晚上呢，对面的广场上啊，这个都亮灯了。哇，亮的是啥来着？哎，这边还是挺会弄的，弄得这么大，那么大的牛啊。原计划到江门是来吃这个特色美食的，像那个陈皮啊之类的一些特色美食。但是呢，我们发现啊，它是在另外一个区。离得稍微比较远，所以呢，今天我们就打算就在对面逛一逛吧。先随便吃一点，明天我们再开车直接到那边去，到那个专门吃东西的地方去。今天先简单吃一口，饿了，好饿。没有经常叫饿了哈。是啊，我发现你是在广东啊，然后呢，对，能吃饱了。人家说你在广东，然后呢？皮肤啊什么的都变好了，你说这个是不是啊？是不是我们可以在那个广东啊看一看，对不对？选个地方以后也可以在这边定下来，是吧？我觉得广东还行嘛，但是夏天我没有经历过啊，我只经历过现在这个时候，现在这个时候还是蛮舒服的。对，江苏啊和这个。江苏啊和广东啊肯定是我们的首选嘛，对不对？在这个楼上看到一家猪肚鸡，来这个啥，来广州这么长时间了，然后呢一直都没有吃猪肚鸡啊，今天可以尝一下。刚刚点了一个猪肚鸡的锅底，然后现在去拿菜。这边的菜它是自己去拿的，看一下吧。这里都冒着冷气的。这边好像不一样啊哈，菜单上就这边都是放在这里柜子里面的，明码标价在这里。枸杞叶啊，枸杞叶，拿嘛，这些这么多东西都可以拿一点啊，拿一点尝一尝。哇，好多，价格也还可以啊，这一份肉的话也就十来块钱，价格还可以。一转眼，哎呀，我们的这个胡椒猪肚鸡上来了，这是猪肚鸡啊，鳗鱼好久没吃了啊，让它尝一尝。这菜还是蛮有特色的，都是这种半份半份的，响铃卷，这个是老虎虾，点了一份这个当地的特色啊，这个是叫鱼皮饺，鱼皮饺呢是江门的一个特色美食啊，它是里面放的是这个鱼肉啊。我还没吃过鱼肉的饺子呢，鱼肉的饺子，这个是猪血，猪血在广东叫做猪红，他们这边什么血都叫什么红什么红的。还有这个是枸杞叶，鳗鱼喜欢吃叶子，就点了一些，应该是够我们吃了。你就直接先放几个叶子进去啊。好喝吗？好喝。你有没有更新鲜的词了吗？你也喝一点吧。我不喝，我要吃，我要吃。这个汤还挺好喝的，我都喝了两碗了，你不喝一点？我只想吃肉，天天都吃大餐。在广东那个鸡啊，不管是怎么样做，我就都觉得挺嫩的。是啊。盐焗的、白切的、红烧的都可以。在广东啊，怎么吃也吃不胖呢？虽然我是吃了快半个月啊，但是呢，我感觉一点肉都没长，为啥呢？在广东吃的这些都是没有什么脂肪的，你发现没有？对。你看虾、鸡肉啊、青菜啊，没有什么脂肪。对。你看这个羊头啊。很少吃这个羊头，羊头那种酸酸甜甜的吗？对，羊头在其他地方卖的很贵哦，在广东就特别便宜，都变成自助水果了，你就知道了。你要喝点啤酒啊？那必须的，你要不要来一口？我喝汤。你喝汤吧。这么多吃的都快扫空了。现在吃最后吃这个饺，鱼皮饺啊。鱼皮饺。哎呀，哇，你尝尝看，它很有弹性哦。
这感觉有点像什么来着，就是特别有嚼劲，你知道吗？嗯，哇，这鱼肉啊特别嫩，你知道吗？里面包的全是鱼肉啊。来，你尝一口这个。我要沾点调料。不用沾调料，这个很有味道的。是啊。来，我觉得比一般的饺子要好吃哦。嗯。它也是从饺子就是改变过来的。鲜鲜嫩嫩的。不知道这个皮它为什么那么嫩，皮也是很有那种嚼劲的。嗯，口感有点像那个鱼蛋呢。鱼蛋。啊，鱼丸啊。哎，有点。鱼丸，只不过它做的形状是这个饺子的形状。嗯，这个确实好吃。哎，